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，头里不舒服，我看到那个，两个白色的鸭子，两个白色的鸭子，两个白色的鸭子，突然他们发现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得到很多人的关注，有人关注他的时刻，或者特别是人多的时刻，那两个鸭子啊，就会在人丛里边找那个，找那个主人了，在人丛中嘛，在人丛中找那个，主人呢，看着眼花缭乱的，他看到主人的时候特别高兴，看到主人的时候特别高兴，看到主人的时候特别高兴，如果看到人家围观他们里边如果没有主人在里边的嘛，他们的心情也没有好起来，所以啊，那个，从小养的啊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，从小养的就是不一样啊，因为那个，居住地啊，条件有限啊，只能这样了啊，每天回来看你们了，这么一说以后，他们低着头又睡觉了，低着头又睡觉了啊，知道每天会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也就安心了啊，安心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